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怎么说呢？他是就是一位台南五代勾抓的传人，对，就是佐藤子义新义的第五代第六代。佐藤子义新传。哎呦天哪，我连看字佐藤子义新传的第五代传人。你是第五代吗？应该是第六代吧。对啊，第六代啊。第六代，对啊，因为第五代是你爸爸啊。对，第六代。好，第六代传人洪国民先生耶。那可以请国林先生就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吗？各位大家好，我是洪国林。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几岁，然后需要吗？需要帮你征婚吗？应该询问了。国林先生很可爱，因为他其实从小就生长在那个子义，就是勾抓的家庭里面，对不对？然后小时候就耳濡目染，然后就是跟着那个洪明洪先生，就是你的爸爸学那个勾抓。其实不止爸爸，其实像阿公阿祖都是。对。啊，你就是从小就是看谁在做勾抓，就是有看到阿祖吗？还是太祖？都没有，都没有，就是爸爸看到爸爸。哎，好特别哦！因为我爸爸是最小的。哦，好哦。你爸爸也是道士哦？他有学，跟我阿公学一点而已。哦，但是他没有做道士，没有做。就是做勾抓。对，就专攻的勾抓。好，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国林老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之前访问过他几次，这样后来也跟那个洪老师，就是您的爸爸洪明洪老师，就是在那个文化局那边有学过，就是简单的勾抓。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勾抓一般我们都以为勾抓只有在丧礼使用，但其实不是。其实它也可以有很多的面向，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来帮勾抓证明，对吧？对。好，那在证明之前，我们就先请国林老师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勾抓。勾抓它最后一层才是用在丧事而已。对，最后一层才是用在丧事。对的，人的最后才有用到丧事。是。其实勾抓不是都专攻在丧事死人在用的，其他也有喜事在用，喜事啊，像16岁啊，成年礼啊，会用那个七牛八顶啊，娶某的时阵嘛是会用那个天公做拜天公，是，哎呀，其实你啊喜事啊，你啊做酒嘛是会用到那个古早的六徛。六骑，对，四大将。六骑是什么？四大将吗？对。可是为什么他是用六开？六？六，因为还有两尊是那个朱衣金甲。哦，所以四大将加朱衣金甲。所以是六。对。六。对。六什么？六骑骑的意思啊？对，骑的意思六骑。所以我们从出生、结婚。出生，然后成年，结婚，一直到过世，其实我们的生活礼俗都是跟勾抓有关。对，好哦，那勾抓其实它是怎么样的做法呢？怎样做？那应该是有骨架，要做什么骨架？用骨架，嘿。骨架啊，看你是要做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如果六卡的方面的话，你就大概要绑那个鞋。形体出来，形体出来之后，它都会塑形。用竹架，然后做出它的形体。对，它都会塑形。是。啊，你啊，较细件啊。我有的部分，我就无用骨架。有时啊，一支铁丝，我来当做。铁丝。铁丝。就是把它缠绕成一个形。像一个龙啊，我就把它想要的形，把它抓出来。其他就是用报纸下去塑形。
是、哦、然后之后再用颜色涂上去。对对对、哦、对，老师可以请问一下，就是像国妆一般来讲，我们都想说它就是竹架，然后只贴上去而已，是这样而已吗？你是要看你做什么东西、啊、如果是布那个抓厨啦，还是那个青牛马丁啊，是随便画掉。嘿，画掉就是要烧掉啊。对对对，那个我拢打打一张的，一张色纸啊，看什么花草的纸。嗯哼，哎，啊，你也是咱爱用的塑形啊，这物件就是爱一直抓一形。塑形就是塑形。对对对。嗯哼。啊，所以要抓那个形起来，抓那个形起来。哦，用报纸慢慢抓起来。用报纸吗？啊，报纸是打呀，打没？啊，打没啊？打没有？有我裹啊，啊有打。伊是规个纸啊，用裹啊，啊翘翘的安尼吗？爱翘吗？无无，看你做啥物部分，有诶爱翘啊。翘是就是把它弄成像纸浆那样。无，闷。咩啊？不是安尼。就是超过几万啊，超过几万啊，打起来，卡落去打。哦，啊，你讲有诶爱用安尼，啊有诶唔免，啊爱用安尼是啥物？是倒一种？啊，你要看你是爱用安尼，就是哦，就讲要做鸡肉，鸡吧，好，鸡吧，肌肉的部分。为什么要用纸钩抓这鸡吧？因为咱做起来像有徛迄后把塞枪嘛，嘿，后把塞枪，对啊，啊，迄个是就是要补伊个。肌肉哦，肌肉线条。我以为你说那个，我以为是那个吃的肌肉。我是讲鸡吧，就是肌肉啦，就是那个 muscle 啦，肌肉。吼，用肌肉的话，就是要用一碗一碗，就是像那个浆糊跟纸弄在一起。对对对。然后塑那个形。对。嘿，阿哥嘞。塑嘞。皮啊。啊嘛是啊，就是肌肉的那个形体的形状，吼，那做法拢差不多啦，其他的部分嘛拢差不多。嘿，可是有肉型的，个爱安尼切切的。对对，啊是你要切个规碗，切我的片也起来，你嘛是要切个规碗。嗯，哎呀，你片煮开出来。哦。是啊，形出来了嘞。个报纸，因为伊形出来就是报纸的色啊。对啊，对啊。啊，伊安尼了，伊来安那做。啊，看你要打电工桌啊，嗯，还是要直接上色？我要打布料较上色。电工桌是啥物？就是一种金色的桌。哈哈。哎，电工。我拢讲电工桌啊。嗯。啊，迄美术社的有啊，迄金桌布的迄种金桌。嗯。啊，无就是大纸啊，哈个大布。对对对。哦，对，你们家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在那个人偶上面，就是钩爪上面是用布来做呈现，对不对？应该是讲加强啊。加强是。加强伊的硬度。加强也加强它的硬度。哎。嗯，啊，它用布。对对。所以不是大种布拢会当用吗？无啊无。嘛是爱看什么？对对对。爱看啥物布？嗯，啊，啥物布？我拢用白布，白布，迄个白巴印，白巴印的布，嗯，就是麻布子嘛。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答非所问？白巴布，白巴印，白巴印的布，因为它顶，对，爱当凹迄个形状。无啊，形都一定凹了啊，形个凹了啊，哈布打开。这布是要加强的，加强啥物？加强伊个顶度嘞。哦，好啊，伊遐是啥物色个呀？啊，就白。白色，啊，不过伊白色无好看，白色了嘞。啊，你较上色啊？哦，就是彩色。系啊，你当上色。你当上色。嗯。可是我看你们家有一些那个偶啊，它其实上面的布是花布哎。那是红的部分。系啊。啊。啊，头过咱讲的是，啊不，头过你头过讲的啥物？是绣类的，绣类的布，绣类就是兽类，好，兽类就是那种白色的布，然后上去涂颜色。对对对。啊，如果人偶的部分，人偶你有人用纸，嗯，啊无用布，嗯，用纸啊不用布，来做纱旗啊，纱旗，哎，啊够啥？对，纱旗是啥物？纱旗啊，纱衣轴，衣轴，好瘦。
哦，好，那但是你们的特色就是用布，对不对？这是你们家这个派别，就是用布，其实用布就是用布啊。对，一看起来价钱穿阿贵，价钱穿阿贵，还袂讲人看到在做安尼啊？对啊，啊，不过你讲安尼，你头先不是讲？钩爪用用个爱化掉，啊！唔过你用迄布，安尼唔是足珍贵，人啊唔敢化掉。所以这是用做做石迄落较侪工的。做石，嘿。好、哦，做石，因为台南，咱台南市足侪咧做石的。嗯。对啊，啊也可以嘛，拢足久的时间嘛。嗯。哎呀、啊，所以我咧用布是因为要展现这个绿客。嗯。因的部分，所以伊的特色、嗯、啊，所以我就来穿布。嗯，对对对，伊虽然是要化掉了，嗯，哎呀、啊，但是古早的功夫都伫修理这个绿客这部分。嗯，其实抓厝啊，啥物拢其实拢还好，就是比较基本功，對對對，因为它就是都直线条，對對對，然后直的那个平的布贴上去而已，直啊。啥做啊？直哦，对，哦、直的纸、啊、不是布，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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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感谢纠正老师。用迄个纸啊打起，啊，所以那是要看功夫，爱看迄个做酒的时阵的刺绣、刺绣。对。哎，做酒会是人偶吗？做酒神仙的图腾有吗？没有，无个刺绣。哎。可是你上次不是有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你有说就是这就是这狼吗？神仙没有，道士没有，神仙道士不吗？这道士，道士是没有。那张天师呢？天师那是看五条石较有啦，五条石，哎呀，古早是五条石较有，啊，三条石就无。我调着伊个高，迄落天书啦，上帝公啊，甲观音。哎，是迄落送天师的时候。就是要做酒的进前都要做啊好。做酒进前做啊好是做酒进前赶快甲送天师送。把张天师做好。把张天师做好，嗯、然后再做四寿。对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做一起做这口酒，哎，这口酒啊，这料那个张天师就送走化走，对对，高下留给啊，高下留给啊，做会少，做会少，哦，啊，你也是五条是做啊十克啊，五条个做啊十克啊，对，啊，你听我讲，那条啊，那是每几年才有，不是每年都有，啊，起来无每当拢有啦，无啦。啊、没有那个几档都有，咱其他大部分都是翻修庙啦，嗯，还是去新庙啦，较有做酒。哦，那像今年2022年有做酒？今年有啊。有。开始了吗？还没。几月开始？大部分都在年底到十月啊。十月啊，做酒开始。哦，在尾做酒啊，农历七月有吗？没有。七月不。七月无嘛，就是都是十月，农历十月。对对对哦，嗯、好哦。可是那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就是有我记得以前那个洪老师他也有说过，就是一，反正就是我之前在文化局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有说过，就是以前会用狗爪这菩萨，肯定也比较来对。应该是讲壁斗。壁斗，嘿。哦放在两边的壁斗。嗯，啊，迄看起来不是跟那上啊，就是剪黏迄个物件嘛。哎，即马不是咱拢有。其实古早是古纸。古早是古纸。古纸是古纸这个。你从目前我看到大陆有一间，嗯，啊，咱台湾的高雄，嗯，哎，高雄，哈哈，高雄，高雄，佮有一间庙嘛有。有这。有这壁斗的红啊。哦，哎、啊、呦，抓着，用抓着，啊，迄阵我们爸爸讲应该是，迄、那个壁斗。嗯哼，哎、啊，这做可以当抗做固吗？会啊，嗯，会啊，会啊。可是人家想要就是拜拜的那种神像的那个概念。对。哦。啊，这是伊是伫壁斗来滴，嘿，伫壁遐。嘿。啊，是时代变化。嗯。哦。啊，较尾啊变。石雕啦，嗯，哦，慢慢升起，嗯，
哼，所以其实很早以前的壁斗是用纸做，应该都纸做，应该是用纸做，因为我之前去北欧啊，去澎湖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那个纸做的那个神仙，嗯嗯，对，然后就是都在旁边，对对对，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地方比较小，然后那边的物资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他们就是用就地取材，用纸去塑造，有没有这样的历史脉络？你有听过吗？这是我没听过，嘿，对啊，啊，你讲的那部分应该是他们请神王，嗯，嘿，起来在那服侍的，请神王起来服侍，嘿，起来神王起来服侍的，起来神尊的睡，起来神尊的，因为我也之前去年没在那做，哦，朋友，朋友做，朋友，嘿，没在那做，嘿，啊，所以没听他们的老的在那说，嗯哼，说以前就是王，做，他们在做王，嘿，做王爷起来，啊，就要开始在那服侍，嗯哼，对啊，哦，嗯，诶，啊，你有听过说，像我们头先讲过做石，做壁斗，啊，古早过量在哪里做？做桥。神教啊。神教是拢做桥顶红啊，桥顶红啊啦，啊无就连头红尾啦。嘿。嘿啊，连头红尾部分啊，啊伊个是前面龙头啊，后壁是红尾。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是讲咱古早除了做壁斗，头我讲个壁斗，啊，佮有迄、那个就是画条在做桥的时阵做的，啊，佮有一种是啥物？桥顶红啊，啊个连头红尾。哦，啊，迄是会当，迄是因出巡的时阵，就是出巡了个化掉嘛，是当放做骨。无啊，伊个就是拢放的。放的。嘿啊，就一直用啊，无化掉。无化掉。无化掉。哦。变出巡的时阵，因就爱到连头红尾啊。嗯哼。嘿啊，啊伊个是爱低级的。低级的。地级的开朗，地级的神开朗，对啊，什么是玄天上帝啦，还是人生大帝啊？人生大帝，人圣，人圣，灵性大，人圣大帝是关公吗？没，可是人圣大帝，哪地呀？哪地呀？玉帝耶，玉帝耶，哦，玉帝耶，嘿，啊，无就是文殊圣帝啦，嗯嗯，哎呀，五湖大帝啊，可是地级耶，啊，不个后级耶，嘿。啊，妈祖还是妈祖还是，嘿，玉皇素殿还也是，嗯，嘿，迄个人道灵堂位，海浪道灵堂位，对对对，啊，翁爷嘞，翁爷都无当，翁爷的阶级无高呀，哦，因为他是爷，他不是帝，哦，翁帝皇帝较大啊，所以会当用龙头凤尾的那个造型的轿子，对对，哦，啊，出来出巡了呢，哦，哎，那听起来嘛是有得。有道理，有得嘞，有道理。因为用纸做的会比较轻，那这样扛扛架会比较好扛，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嘛。因为从较早就拢做啊，哦，对啊，对啊，啊，所以八个人扛应该还好。你八个人，哎，是八个人，不是一般都是哦，八个，对对对，八个八个。我在想前后，按四个，八个，八哦，对啦，也是。好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哎，那个架子是什么做的啊？钩爪的架子是怎么做的？钩爪也叠个，叠个做诶，哎，嘿，也拢爱白骨架落去做，白骨架，啊，也用啥物白？爪钉加叠个，爪钉诶加叠个是啥物意思？爪钉较早爪钉是迄落鸡毛爪，鸡毛爪，鸡毛爪落去白，哼，啊，因为鸡毛爪较麻烦，哼，哦，鸡毛爪伊一条幼幼啊，长方形，长长的，嗯，啊，中你着爱收收收。所以更加的呢，啊，老真熬，嗯，啊，落去绑，所以它不是什么草绳什么，它其实也有特殊的纸，对对对，然后绑那个竹子，对对，哦，哎，今麦有咧用啊，剩大料干嘛那谁啊，够咧用？哦，啊，咱台湾今麦是用那个玻璃做，玻璃做，哦，玻璃做，啊，伊嘛是彩哦，一条一条的，玻璃做不是塑胶吗？对啊。哦，好尴尬哦！现在有玻璃做，用玻璃做把，对，把骨架、骨骨骨架啊，啊还打起了抓，对，哦，安尼吼把骨架啊用，看要做形还是要做处，安尼，对啊对啊，看你要绑啥物件，哦，安尼，啊迄个做形的骨爪啊，迄个咱咧做石的时阵啊，刚需要就是像一般做神佛这样需要开光嘛？
哎呀，也是要、哦、道士都会开光。认真吗？是道士开光还是你们开光？道士开光的。龙德叔在开工哦、嗯，那你可以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这节它的顺序吗？这节其实也是先请天书嘛，嗯，哦，啊，请天书来的是也怕上辉宏。等一下，请天书啊，我进前是听上天师，请天师跟送天师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不一样。呵，先打开先请，先请，各对的位请，对。你看来，你看你过的也是。是去天公廟請，嘿，嗯，啊，去請，啊，你若是高的話，哦，就是要來，古早就是要來古早店請，是哦，請天書，就是你在古早店，啊，你把天書做好了，他要去領遐請天書倒去，啊，那個時候就開光了嗎？那時候還沒，那時候還沒，哦，啊，就看道書，看當時，嗯，哦，啊，開光，嗯，啊，開光誓金來谁进来是什么？就是绕境的意思。哎，绕他的庙的范围周围。哎呀，顺进来。嗯。啊了，啊看当时他九折。九折。哎，就是请他坐到那个轿的上面。我。啊不是啥。出顺了回来，谁进来回来。嘿。哎，啊看当时。嗯。啊，啥过来，请去另外一头。另外的庙。不是另外一个形态、哦、另外一个形态，嘿，那天书的部分哦，去要九折哦，就是在另外一个台，哦、然后去坐着。对对对。哎，你讲的那刚是咱过年的时阵看在这节啊，有的就是这安那坐，就是这坐高高的，然后每一个都有小格子、小格子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你讲的这段吧？这段那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无啊，有的，因为咱今麦起来的空间那少。嗯。啊、所以有的都会放在你说的那个座位、嗯哼欸、比较不会说少很多的地方、嗯哦欸、因为有的不会坐的嘛、嗯欸啊哦、好，所以上了刑台之后呢、欸啊、来就打火炮，打火炮、哦、打火炮是什么？就上火王，上火王、欸、那个高一身那个火王爷，就是你做完天师之后，你要再勾几星灰龙牙。哦哦啊，灰龙牙是什么？灰龙牙就是灰龙啊。嗯。哎呀、啊，哦啊，因道士在底下做书做做，嗯，啊，打起成灰龙牙的上照。然、嗯、后、哦、就，所以灰龙牙没有在那边很久，灰龙牙就一下就是送走。对啊对啊。就化掉这样。对，化掉。那灰龙牙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它是保佑我们什么吗？保佑咱进来的。嗡个地啊，会，就是卖火烛的地啊，不要有火烛，我卖火灰灾啦。哦，所以就是把那个不好的火王烧掉。对对对。哦，啊、之后上灶的意思，上灶就不好的那个火送走。对对。嗯，那还有嘞？啊，来就是我读书的开工要留起，开工留起，就是我们刚刚讲四大奖跟那个坐骑、哦、要留起来。嘿，哎呀，啊，有的是，你若开工了，因就开始读书，开始做事啊，内底做事啊。嗯。做事了后壁，嗯，靠上天书。嗯。哦，啊，上天书写经写了，迄阵留起来拢会对咧嘴。嗯。啊，就留起来会跟着道士出去。就绕境的时候。嗯，绕境的时候。哎、上天书。嗯。啊，拢会做位出去，遐留起来做位出去。嗯。嗯，啊，即马无啊，即马拢是道士、天书呢。只有天师而已。哎，等下出去谁跟啊？阿六卡嘞，六卡怎么办？他们没有人啊。是哦。现在你说以前六卡会跟天师一起出去是多久以前？八十几年，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哎哎。哦。那以前都有。啊，现在就都没有。现在还没有了。哦。卡不是因为比较干嘛唔咩吗？应该是。好。好、啊、然后天师是绕境完的，绕境完了后，人家下丁哥，下丁哥就是竹子的那个吗？对对对，哦、下丁哥，所以作为大家留起来啦，嗯，哦，作为上场、嗯，哦，嗯、下丁哥就是好像是不是弄很多竹子，然后大家过去的时候就保平安，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弄完之后就是一起再找一天把天师跟四兽都送走，对对对对对，就火化化掉。对对对对，
哦，那再一个钩爪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对啊。好有趣哦。哦，所以这样你的一个专案就结束了，就你的任务就完成。酷。哎，那这样子我突然想到啊，那些钩爪的时阵啊，就是会有售后服务吗？比如说他们神仙出巡的时候，可能纸哪边破掉这样，你要就帮他把它修好。哎呀哎呀，那是哎呀，哎呀，把你也破伊哦，你也讲出巡，你又破伊。嘿，哎呀，啊，等下再来补呀。嘿，没有。哦，啊，因了当时要上早给他上。哦。对啊。啊，不是你去因遐，还是伊会带你上来家好边补？无啦，我安尼去边。你爱去边？哦哦，哇，也是有售后服务就对了啦。对、啊、对对对。酷欸、嗯、好，然后就整个仪式结束，然后钩爪这一次的任务就结束了。对对对，好哦，嗯，好，那我们就是，但是这其实算是比较神性的钩爪的。对对对、嗯、好，那我们就是今天就先谢谢就是国林老师介绍我们就是钩爪从他一开始到底是怎么做成的，然后他是跟我们人生，其实我们这个人生都脱离不了钩爪。然后我们的整个这节也脱离不了钩爪，而且这节的钩爪还有售后服务。对对，好，那我们讲解完了钩爪之后呢，我们下一集要请国林老师跟我们讲一些钩爪的故事，可以吗？哦，好。就是他很怕我问他问题，因为他就是老师就是很腼腆，他是一个很腼腆的老师，然后我们是要问他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先愣一下想一下。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好，那我们下一集就要请那个国林老师跟我们说，就是有关于钩爪的一些构书，就比如说哎，是不是有谁委托他做钩爪啊，或是他在做钩爪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国林老师。好，谢谢大家。好，拜拜、嗯、拜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我是古灵精，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桥、行政执行陈威如两位坚强的后盾，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不吝惜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拜拜。